38号的，38号这个灰色。38号的话是有自然肤，有黑色、浅咖色和主播穿的烟灰色。烟灰色它是属于非常浅的，而且的话咱们这款脚尖也是属于加固的一个脚尖，加固脚尖它穿起来的话肯定是透明的啦，透明的款式。这一款色的话它是有 T 档、小 T 档还有一个双面加档型的。均码的话咱们是可以穿到一个130斤，大码咱们是可以穿到一个150斤，150斤都是可以的。看看脚型，脚型是这样的呀。38号这一款的话，它也是属于包心丝材质。包心丝材质这一款呢，它是一个5D 的，3D 的，3D 这一款是 3D， 如果是要 5D 的话，可以看一下37号，可以看一下37号 5D 的。欢迎新驾宝宝们，晚上好。这款黑色好吗？这款黑色的话，它是穿起来的话是，性感，然后也足以应付任何场合，黑色上班呢，或者是说，比较正式的也是可以穿黑色的。这款薄如蝉翼的一个款式，采用一个进口包心丝片夹层，多买有优惠吗？直播间的话，是有优惠券领取的，如果是说。优惠的话就是现在的话是今晚0点是有一个活动的，也可以咨询一下客服。今晚活动的话